让我们来挑战给对方配音，就是我的兄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那么，同样的脸，不同的声音，会给人什么感受呢？我们先听一下他原本的声音。宝贝儿，睡了吗？小哥哥，你要带我出去玩，你想我了吗？小傻瓜，跪下，叫我女王大人。我不玩了。女人，你这样很危险。